Hello， 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视频空间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ACT 的介绍是我们艾迪奥特曼 ACT， 这是 2.0 系列所推出的魂限定商品。艾迪奥特曼应该算是我童年看的比较多的一部奥特曼了，个人来说非常喜欢里面的人间体史蒂蒙，一些前几集有这个学生。